休息了。好吃的，烧饺，600公尺烧饺子。这边左转，吃个烧饺吧。往东，然后我看不到机器人的发言。我的观念是比较干净一点的，有啊，有骑车车在这里。先去吃烧饺。忘了问汤豪说他买的那个 Mesh 3好不好做了。盖特，你有玩那个聚合了吗？你有申请那个测试人员吗？看，我看我是没有钱的，我是要先去领钱。200块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吃烧饺。那个100多人聊天是死。盖特下部有申请，但还没测要价 SRTLA。你用那个 Dark 架就好了，你直接搜寻，你去 Dark Hub 搜寻 Bella Box， 它那个就是原生的 SRTLA。然后它盖特现在的聚合可以弄两张 SIM 卡吗？不能用两张 SIM 卡，要一个 WiFi 一个 SIM 卡。是盖库塞姆怀疑他在抽00，但是没证据。没有啊，这是事实啊。我虽然说没在看人数啊，因为我不管用哪个 app， 我都是把人数关掉的。我不想伤心，我就当现在聊天室只有我的。当现在聊天是这个看实况的只有五个人，有的人也不会讲话啊，有的人就是单纯看而已啊。这个我之前密到一个 IG， 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叫什么 ID？ 他说我都没打字，就单纯看而已。我说哦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感觉这边的店好像也可以耶。感觉这个店，先去看那个烧饺。我刚稍微看了一下，好像不错。不过，这个也鉴于我平常就不太会讲话了，所以很多人就只是真的就当放着看，因为。他也不知道跟我聊什么，不像大部分的主播都是自己可以一直想话题，然后可以延续下去，然后当这个话题他不想要的时候，他可以马上丢掉换另外一个话题。然后我，然后我会就是我，因为我阅读有点障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会看到，但是要回的时候下一秒已经忘记了。然后又回去看的时候，这个话题感觉已经过去了，就没有。
饭吗？还是我们等一下去吃菜市？还是你已经到云林了？不过至少泡泡的，我看你一开之前在开实况的时候，聊天室都还是蛮热络的。妹子就是不一样。不是啊，其实要看啊，有的观众就会自己一直讲，也是啊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啊，你看那些比较大的才会比较，说真的就是比较大台的，你其实也不用开什么话题，聊天室就会自己帮你做效果。聊天室会自动水啊，然后当你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他们又会抖那影片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我绝对没有在讲谁。对啊，就是慢慢来了，就是从一开始就。你都做效果的时候都很少说话，是被编掉了吗？好，月租费。哦，前阵子看到那个 PPG 说，那个新加坡也要开始有 GoGo 了，然后我就问 PPG 说，他那个计费要怎么算？他算月租的，不用硬币的，他那个是。You pay for a month， 你就是一个月缴一次钱，月租费跟手机月租费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些烧脚在哪里。之前还有一个停车场是一个换电站是在那个家乐福楼下，然后那个车友都不知道怎么。怎么去？就有人说，那个直接进去30分钟，那个免费。哎，台中的大众运输就没有那么发达，不然说真的，晚上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哦吃个小东西，配个小啤酒，六日不就该如此？其实我也可以去吃小鱼儿。可是一个人吃小鱼饵有点那个，还是弟弟要去吃小鱼饵？他吃东西了吗？
水晶肉圆，看看你个人喜不喜欢那个口感。吃到神经病。有的人，有的人。走，我要回家。在一中吗？他在一中吗？去你家吃饭。我家没有煮。去你家煮。应该不用啊。那我们家锅子搬到家好不好？忠孝夜市啊，我昨天不是才去过啊？我昨天太晚去了。你问他需不需要分母？这分母蛮大的分母。但可是每次他实况都会去打扰他。我想找车位。车位，车位。Doing my wet， 我刚被人家插了。Doing my wet。Doing my way。我跟你讲，忠孝才是，他用走的，真的假的啦？那我吃完再过去也来也不迟啊。不，好好，对不起，我自己过就好了。我会好好过，看你怎样做。都没有关系，你就继续这样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过去蛋蛋就会无所遁形了，因为我这次不会转镜头了。今天第一餐，决定还是吃个烧饺子。荷包蛋营养虽然无所遁形是什么意思？好的吗 ？Text to speech disabled。无所遁形就是好的，对，好的。可以拍泡泡吗？我不，泡泡好像也没有要上镜。所以不要打扰他。这三天住防疫旅馆，双核大胃王确诊，还是只是被框列而已。先去领钱，要领多少？吃个小烧饺应该不用多少吧？等一下，我看有剩多少钱。确诊出来被女儿赶出来，靠腰，你看你太可怜了吧？有家归不得的概念就对了。无卡提款，我要提款。选择账户，选择金额，密码。交易，无卡去后提款，提款区。
你们可以内用吗？有啊。对。吃菜的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好。我一个人要住哪里？食放煮出来都又一直吃好料，又吃好料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这边稍微吃一下，再去找他们。干，改天找凯哥来吃大宝烧饺52路，52路的烧饺子。52颗烧饺子，500块而已，一颗平均10块，看其实算便宜吧。烧饺的话，综合福赖炖羊角，炸的，然后一个是炸的，一个是煎的。小宝烧饺320，30个。灯光是不是暗？我可以调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需要袋子吗？不用。好。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对啊，这样可以啊，应该可以。西川玉子烧，不要吃鱼啊，今天吃一些关西风味天妇罗。手语先是炸鸡翅，对不对？还是我机车丢这里啊？哦，我在一个类似小居酒屋，你们看得到旁边的那个吗？来个例子。安安妹子，安安。But I cannot drink beer. That's fucked up.I rode my bike out. 啊，外面也是摊子啊。我们先小试身手，吃个辣味的饺子，然后一个天妇罗，然后玉子烧。干，好想喝酒，太可惜了。综合烧饺定时，招牌烧饺定时。哦，烦了。耶、yeah, ！我骑摩托车出门 ，I rode my 小摩托出门。蛤蜊汤，好，蛤蜊汤。
不过这种通常这种有放音乐的店，收音是不是就比较不好？Mate 还有什么是烧饺？就是他会用平底锅做，然后把饺子排好，然后再倒一些太白粉水或者是淀粉水，不然就是你如果在家里自己做的话，你可以，因为家里有的时候买的饺子它是不是全熟的，然后它的粉是就是它会有一些粉，你就再加一点清水，它就会底下最后你烧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层类似锅巴的东西。然后它会排成一圈，然后拿盘子盖上去，再把锅倒过来，它就会一绕成一个圆圈的饺子。简单说就是煎饺啊，讲好听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煎饺。但是它是用真的饺子，不是用那种四海游龙的饺。今天的第一餐好像吃的月见，对对对，类似月见。可是我不知道这间做的是怎样，每一间做的做法都不一样啊。你看他的照片就是这样，他也有一般那种锅贴这种。你最近吃到雷了，在太平吗？感觉可以测试一下这种。打扰到别人。哪一间啊？我倒不知道附近有雷的，因为我在外面吃比较少东西。看，拉屎都出关了。早餐店里有卖，他是卖烧饺吗？早餐店里卖的吗？谢谢你。他就叫那样子。好，谢谢你。我们去吃那个白菜的那个羊肉锅。我刚刚也突然想到，你这样讲好像会有点那个。在巨蛋附近，在那个不是羊肉炉，是那个山东的酸菜。对，感觉可以做一个塑胶黑的也好，不然就是一个木头汤匙。不过它这个蛮饱满的，你看它上面这个，它这个都蓬蓬的。最后一盆，真的。
谢谢你。来，跟郭子一起来讲，你讲。有点烫，太烫了。这个是关东煮，我不知道。那叫什么？天妇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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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不辣的那个炸甜不辣。对 ，Olen。Olen Park。吃饭都在做。我以为你要我去站，我还是做点炒饭。我印象中，啊，我以为要站。先试一下再打。很好吃哎。它不是那种很难咬的那种。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台北甜不辣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是就是咬下去是。嗯，它不是有那种，有时候你在吃甜不辣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有那种咬很久很烦的那种感觉？它是那种咬下去就直接咬断的那种。那他们玉子烧不是做热的，不是现做那种，是凉拌的。这个应该是铁炒做起来，不然现场做的话会姜花比较多一点。谢谢，就随便放下。我就一般的，就是外面都吃得到的味道，只是它的。还是吃得出它的蛋香跟甜味。裙边的很透明的。有接那个台湾哈巴的资料，你觉得他们好吗？对，那群变很痛。因为我可能知道想要去那边。那是群变已经就是真的是跟那种就是透气的那种纱网一样。我自己煎都没办法煎出那种感觉，我的都是那种硬脆脆的，他们这种做生意的就是不一样。感觉甜不辣比较正，甜不辣是真的不错吃，可能我都没有吃到好吃的甜不辣，改天要去基隆吃那个正宗的啊甜不辣。它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感觉就是它都是用那个超热汤把它冲开的。不然正常来说，你在有煮过的情况下，那个通常都会熟。所以是很新鲜的，就这样。
不像那个酱料。哇，这饮料对我很想要。预售票。有人吃不了手机。嗯。阿嬷煮的永远都是扁鹊。我本来都会吃东西都会加辣酱，自从医生跟我说不能吃辣之后，我还是继续吃辣。我饺子点辣的，所以我就配清酱油，配酱油而已。他说这个饺子是辣味的，是中辣的口味，真的蛮香的。他那个我刚第一口进去的时候，讲说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辣，然后搅了一下之后，发现还是有还。它后面上来比较上，感觉是甜巴配这个酱也比较好吃。它说我吃比较咸，吃比较咸。80的样子，还蛮多的。你看我上次吃那么多，还感觉它很像那种台北大块的那种甜不辣，就扁扁大块的。台中的甜不辣大概都这么大块。他不知道今天吃什么，还是你还没吃？你不是喜欢沾油膏？不过日式好像不是大部分都是清酱油居多，油膏好像都拿来直接炖煮比较多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清酱油啊，因为台湾的油膏都太咸了，大部分都是偏超咸的那种。不过最咸的还是东泉，台中的东泉还是最咸。早餐店这样搞，看一网你是不是偷偷跟在弟弟后面啊？还是你也是说说仔，然后讲着讲着都不出门？挤出来像果冻。
云林好像没有东泉，但是好像有他们，我忘记是嘉义还是云林有自己制作的那个酱油。桃园这位朋友，哎，你又哥，你是住桃园哪里啊？中立吗？还是龟山？龟山那里是什么比较少东西啊？我有去过一次，那附近就空地，然后盖房子，然后工业区，大概就这样子，然后跟新北交界嘛，忘记跟新北哪里交界了。公墓我倒是没看到，因为我去的时候都是走那个三号吗？哎，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？然后下去就是那个靠近三鹰路那里。我看他说的超级少。你说他在山外面造桥，中间的山里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想把水下下去？是阿妈的网站很嗨，我刚刚去预定的下铺啊，下铺不是没人吗？我刚去预定的下铺。我现在不是在彰化，我现在在养鸡。对啊，养鸡，我也要养。不是，顶哥备份完了吗？他还是他只是包完而已，现在回家备份。备份完就开台。那他有三分钟。今天又要看什么？董兰算啊。云林的尾巴了吧？是吗？他那个已经算云林的尾巴了。然后我们要定位的时候，有一点。电脑是该交的。不过这个比较刚好。中立不是桃园。中立是中立，你去跟中立人说你是桃园人吗？他说不是，我是中立的。我觉得这饺子应该可以再脆一点，就是它的这个裙边跟那个底部，它是比较偏。就是，对，比较软一点。但是还是有那个焦香啊。慢一点，没有东西啊。
顺畅吗？有啊，他在那个统一百货那边嘛。我看到。不是。走吧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啊，好像有点饱哎，还好我没有挑篮点三十个饺子。泡泡，你也觉得离开嘉义比较好一点吗？感觉离开家里总是会有一点想家的感觉。点三十个饺子就是，哦，你，我是说还好我没有挑烂点三十个饺子，不然就卡在那边了，我可能吃完就肚子就直接爆掉。虽然说萌萌这件衣服比较小件，穿起来也是爆掉。你觉得现在也很辛苦？我深度了解一下好了。你觉得你在嘉义工作跟在外面工作有感觉到不一样吗？就是不管是人啊、处事啊，或者是就光工作这一块，蛮不同的。台中人心机是比较多一点，就在台中工作，台中人的心机是比较重一点。OK, Google。导航前往忠孝夜市。忠孝夜市。
欸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一起用走的去哦，蛋蛋不是骑车去的，啊，找他一下，然后就回家了吧。总是要露个面嘛，等下又被他靠背说，哦，对啦，我来台中啊，那个在地的都不会出来了，不对。我昨天还在看去台北要住哪里，然后他假如我真的去台北了，他一定会靠北说，啊，对啦，我就是来台中你才故意去台北的啦。找弟弟可以找到半夜。我看一下云林真的没有什么工作机会。斗南跟云林不一样吗？斗南就是云林啊，在云林里面啊。听说我有痛风，有啊，不然我刚刚就点海鲜煎饺了。他跟我说海鲜煎饺比较多汤汁，然后辣味的煎饺大概是中辣。尼欧哥最近买新房了，你如果真的想要北上的话，可以跟他 pickle 一下。有啊，我有痛风啊，怎么了？海静，你听谁说的？我们要现在去找他吗？还是等一下一中见就好了，让他跟蛋蛋相处一下。我们去啊，靠北，小米关了。为什么小米店只开到八点呢？小米在台湾是不是很遵守劳基法？我看他就是正常的上下班时间，就是满的就都比其他店还要早关，而且他是在闹区耶，在闹区的店那么早关，会不会影响生意啊？往东北，然后向右转。台湾小米很饥饿行销，确实啊，干了。说真的，要买东西网络都可以方便买。那，啊，有时候就是想说，我就是想要看到实体，我就是想要去店家买。这里，哎，蛋蛋。蛋蛋推荐姐妹牛肉面，忠孝路姐妹牛肉面。看右边怎么那么热闹？什么时候要回来？你要干嘛？你直接讲你要干嘛。欸，不可以锁门欸。什么饮料？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还是你订饮料了？要老大。要老大。什么可不可？我们台中现在最强的就是廖老大啊！你有喝过廖老大吗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过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过。
的 N1 真的坏掉了，我是真的要把 N1 换掉了。他们那个穿裙子的骑脚踏车真的很危险的，我如果拍到他走光，我是不是就下去了？我跟屁股买的，但是我调篮把它刷成钢板，然后现在就很常死去。冰箱不是还有一罐孙亚南露？之前红景天总店好像就在中华路上面。我买100美，还可以啦，用那么久了，100美啊，可以问啊，我手不能问，因为是在实况上给钱的。它还有两台 N1 的样子，还三台。哦，那是那个吧，重置版的吧。它现在有一个什么 Sugar N1，Sugar 不是跟这个厂家不一样的。好像4000-5000吧。你要什么哪一间好喝的西瓜汁？那我等一下先去找弟弟了，妈，其实也可以不用找他了，反正蛋在那里。那我去，还是我黄河的西瓜汁在高雄。孙亚南露就是绿茶。可以帮我复制一下那个抖内讯息吗？不盖住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哪里有掉老大。等一下，看这附近哪里有料大？老大，最近的是哪里？是这个原因才叫阿鸟威吗？哎，忠孝夜市是不是没有？每一天都有炸七 A 吗？每一间都有吗？那我们要订一周啊。我可以退款吗？这个有点麻烦。哇！哎，看我刚怎么没有看到？刚刚旁边就有料到了，还是这间倒了？都不顺路，烦。我直接拿100块给他，叫他开直播喝给你看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？下次一次。
哎，蛋蛋现在是可以上镜头的吗？石甲那边是不是有一间？赖子，你帮我看一下，石甲路那边是有一间。我这边过去是东区跟，他那个是有在菜单上面的，还是要直接跟他讲的？正兴路啊，那可以啊，离中孝路蛮近的。OK Google， 导航前往正兴路391。OK Google， 导航前往正兴路395号。OK Google， OK Google， 导航前往廖老大东区店。谁五十？谁五十？不会麻烦啊，但我又不能拍到他，那我要怎么让他喝？我把镜头向下，然后他喝完讲感想吗？刚刚不是说正兴路，怎么又变石甲路了？到底是哪一个？你就可以到那个了，正兴路的会不会很远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拿给他，然后你看他在地台还喝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那我要买两杯炸鸡，一杯给弟弟。你是当宪兵的、啊？两栋三。前面就是宪兵了。电子部。建筑都没什么变，就是只有七墙而已。之前也是，他之前也是不是这种沙面的砖，沙面的，而且也是红。